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我哋又开始今日嘅释经嘅讨论会。咁我哋咧就会系继续讲到点样保持长期嘅圣灵充满，点样咧系长期咧喺圣灵充满嘅状态。咁我哋咧就之前已经讲咗好几点噶啦。咁第一点咧就系悔改，求主赦免，憎恨罪，离开罪。第二咧就系读圣经、爱圣经、遵从圣经。第三是信心，深信神好想充满我哋。第四咧系长时间用心灵诚实爱慕神、敬拜神。第五咧渴慕圣灵充满。第六咧系跟从大使命同埋全面性嘅遵从神。第七咧就系接受圣灵充满嘅人嘅按手祷告同埋参加圣灵充满嘅祷告会。咁由第八点咧就系处理生命嘅。咁处理生命呢度呢，我係冇讲出经文，因为有不同方面呢处理生命係一个好大嘅题目啊。咁我今日呢就只係讲一部分，即係我哋处理生命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回应嘅，可以回应就係话你喺处理生命上边啲方面呢你想我回应。咁点解圣灵充满长期保持圣灵充满一定需要处理生命呢？咁呢个原因係好明显嘅。譬如如果有人佢长期都喺一个负面嘅情绪、负面思想，成日俾人影响喺罪里面嘅时候，根本佢冇可能保持同神亲密嘅关系，佢亦都会对神有好多负面嘅睇法，佢嘅整个生命系好多问题嘅，佢肯定唔会得到神最大嘅祝福嘅。咁所以咧，我哋系需要学习处理生命。咁而处理生命嘅一个好大难阻呢，就係有好多人呢，佢哋係習慣咗一种思想模式啊，即係一种大话，就係话人哋衰我要闹佢，人哋衰我就要发脾气，我就要唔开心，事情失败我就要烦恼。嗱，呢啲呢就係普通人嘅思想模式啊，係即係可以話喺世界上嘅人，大部分人都係呢種思想模式嘅，就係唔順利、唔開心，俾人影響，一定係跟住咧自己就唔開心啦咁樣。咁但喺神裏面咧，就會俾我哋睇到，當我哋被我哋嘅生命嘅問題影響嘅時候咧，個人就會失去喜樂、平安，失去力量啦，就失去對神嘅信心啊。都有好多人同我讲啊，佢话咧我对神冇乜信心，咁点解咧？因为佢觉得神对佢唔好啊，因为佢见到困难，佢就觉得神对佢唔好。其实我哋个个人都有困难嘅，圣经人物俾神大大祝福嘅都有困难嘅。譬如我哋睇到摩西，佢俾埃及人即系追杀啦，因为佢犯杀咗人啦，因为佢想救以色列人。佢喺旷野系好困难嘅，约瑟咧，佢咧系俾咗哥出卖啦，大卫俾扫罗追杀啦，新约嘅门徒都系被逼迫嘅，即系其实咧，我哋睇到神所用嘅人咧，都系喺世界上有不同嘅困难，但系咧，点解佢哋可以得力咧？就系佢哋深信神系美善嘅。嗱，我哋睇圣经咧，圣经系时时讲到神嘅大能、神嘅美善。但好多人信耶稣呢，就唔系用呢个角度㗎喎。因为呢个角度实际同世人系好唔同啊。普通人信耶稣嘅角度系咩呢？就系呢，我有需要，耶稣而家帮我。咁又都有颇多人就系话我好烦恼。咁我去到教堂呢就平安轻松，教堂里面嘅人对我好。咁呢即系佢系以一个佢个人嘅需要。咁或者即係我希望更多人係关心呢方面呢，就係能够得救去到天堂。事实上有啲基督徒都未必係好关心呢样嘢，或者好肯定呢一样嘢嘅。咁呢佢哋都係为咗自己嘅得救。咁呢个冇错嘅，即係想得救系冇错，想自己生命能够被即係安慰啊，得到帮助啊，呢个又唔系错嘅。个问题就係停留喺呢度啊。停留呢度就冇睇到神嘅美善啦，即系冇睇到哇，有个神咁爱我哋，咁有大能嘅，
咁关心我哋嘅，凡事帮到我哋嘅，哇，真系好啦！我真系要感激神，即使有困难，我都相信神嘅祝福，相信神一定祝福爱佢嘅人、遵从佢嘅人，捉实神嘅应许。嗱，如果一个人咧，佢真信圣经里面讲到嘅神咧，佢系会好有信心啊！咁佢咧就会觉得啊，世上嘅嘢都唔紧要啦，有人闹我点咧？但系神会俾翻我啊嘛，咁。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篇118篇第6节，有神帮我啦，我就唔惊啦。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可以攞走我啲乜嘢呢？咁佢就会相信我唔使受影响，唔紧要嘅。暂时有啊，即系暂时有困难都好。喺圣经里面亦都讲到咧，当我哋受试探嘅时候，神系会为我哋开条出路嘅，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嘅。神系会开一条出路嘅，佢亦都知道我哋一切嘅情况嘅。佢喺我哋前后环绕我哋，按守喺我哋身上，佢系不断祝福我哋嘅。如果人都系咁样相信咧，即系话相信神系满有恩典、满有大能，咁样咧，佢嘅生命自然系会有信心。有平安有喜乐嘅，即系佢自然就会觉得啊，我有神照顾我，我唔使担心，有神同我一齐，我乜嘢都唔使惊。佢好自然地会咁样思想嘅。不过我接触好多基督徒，有好多人揾我帮助，我发觉好多人都唔系有呢种心态嘅，即系真系我发觉好多人嘅心态咩咧？就系、是，唉，我好惨啊！点解神唔帮我咧？甚至有啲人会怀疑神啊！佢话咧呢啲事情发生，点解教会都有唔好嘅人嘅？点解咧？我咁多困难咧，即系神唔爱我啦咁。即系呢啲情况，我真系听过好多次啊！咁就所以，当人系咁嘅状况嘅时候咧，佢同神嘅关系唔会好密切嘅，佢唔会对神好有信心，即系唔会相信神。真系祝福我哋，睇重我哋嘅。咁嗱，咁我要自己分享下我自己啦。咁我起初嘅时候，我信耶稣咧，我系话，即系起初我就以为冇神嘅。后来我睇到个一本科学嘅书，里面讲到一句说话。呢本书系一本物理学嘅参考书嚟嘅。喺佢前言嗰度，佢就话咧，呢、这个世界好有秩序，好有设计。系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神嗱，佢用一个科学嘅观点讲啊，即系佢唔系就话啊，就证明有神，佢话好大可能咧，系咪即系有呢个神嘅存在咧？咁令到我就去思考啊。后来当我知道圣经有证据嘅时候，我系非常开心嘅，因为我觉得人生得几十年，无论即系赚几多钱都好，样样顺利都好，都系要过去。我就觉得咧。如果追求世上嘅嘢，真系冇乜价值，冇乜意义啊，冇长久嘅价值啊，只系几十年嘅时间。咁所以当时我未信耶稣，我只系话人做人开心咪得咯，唔系一定要最样样都即系世人所追求嘅有钱一定系点样嘅方式啊？我就话咧，总之我哋人生系开心就已经系最好噶啦。即系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当我听到神有证据嘅时候，我系好兴奋、好开心。哇，有神，即系我哋有永生、哦。咁咧，我就当我即系我相信神嘅存在嘅时候咧，我就圣经讲乜我就信晒，因为我知道圣经系神嘅说话，里面有好多预言嘅证据啊。后来我先知道有经历性嘅证据啦，即系我当时嚟讲就系知道圣经嘅预言嘅证据，我就确信圣经嘅说话。嗰阵时咧，我第一次准备受洗嘅时候咧，就好搞笑啊！个牧师问我，佢话你信乜嘢啊？咁啊，我话我信耶稣就喺呢度咯，即系喺呢一度。咁啊，牧师就话：，咁你下一次先受洗。其实佢冇问埋落去，咁你信唔信？你有罪，信唔信耶稣赦免你？我就会话俾佢听，我信神系真，佢讲乜嘢我就信晒，圣经讲乜嘢我全部已经信晒啊！亦都当时我系好清楚知道自己有罪信耶稣嘅，不过喺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
即系我所信嘅就系耶稣就喺度，佢直情一个好活嘅神啊！但个牧师都冇继续问我，咁你信唔信耶稣嘅救恩咁？咁我信神系好，而家喺度。其实如果我听到个人讲，我信神就喺呢度，哇！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好特别啊，即系佢系好对神好有信心，好相信神系真实嘅。咁啊，呢个即系一个搞笑嘅经历啊，即系。咁我亦都唔介意嘅，咁啊迟啲受洗啦，咁嗱，当我喺困难嘅时候咧，即系当我喺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好自然地咧，当时屋企系好多反对嘅，我系会觉得，即系我好自动地觉得佢哋有问题，因为佢哋唔认识耶稣嘛，所以佢哋系会反对嘅，咁同埋咧，即系屋企人禁止我受洗啦。总之有啲强硬嘅行动啦，但系我照样唔理，我照样受洗，即系我完全冇理佢哋嘅睇法。然后后来我亦都选择读神学，我亦都唔理佢哋嘅反应，因为点解咧？我觉得神喺我生命有奇妙计划，神要使用我，冇人能够拦阻嘅。即系我嘅心目中就系我觉得佢哋系因为冇耶稣根本系有困难，咁同埋咧，我同佢哋传福音。最逼迫我一个，我都同佢传福音。咁佢命令我以后唔可以再向佢传福音。但系我内中我又讲一次，到今日咧，我每次见到佢，我都讲嘅，即系我深信神先系最紧要，所以我好自然地系会唔俾人影响啊。咁但系咧，可以咁话嘅，我未经历圣灵充满之前咧，那个处理生命系同而家比系有大分别嘅。喺我经历圣灵之后咧，我系有一个好大嘅，即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就系当我分享同一个人分享关于我经历圣灵充满嘅经历嘅时候，呢、这个人系好抗拒，佢就好发嬲，佢就冚电话。咁我跟住祈祷嗰阵时，我祈祷已经有喜乐嘅，我就发觉冇咗喜乐。咁圣灵就感动我，需要去处理。咁我有谂处理乜嘢咧？咁我又唔系做错事，不过我就系同佢讲，我打翻俾佢，我就话咧对唔住我咧令到你唔开心，但系佢一样照样好发嬲，咁咧就我就放手啦。咁咧圣灵感动我啦，嗱以后有亲人伤害你，有亲人做啲咩嘢唔啱嘅，你就唔使介意，你就处理喺内心处理咗，唔使介意。咁我就喺嗰时就。轻轻松松，我就去赞美神。赞美神嘅时候咧，我就充满喜乐。即系呢个就系第一次我好刻意地、好快地处理情绪。喺我未曾发生呢件事之前咧，譬如我喺第一个侍奉受逼迫嘅时候，即系被批评嘅时候咧，我系有几年嘅时间啊，系成日都喺一个压迫嘅状态，系好辛苦。咁咧就感谢神咧，一步步帮我。就喺嗰阵时咧，神就使用呢啲嘅，即系叫我更加掹住耶稣，成日呼叫耶稣，成日唱诗歌赞美神。系嗰阵时开始呢个习惯嘅。咁呢个习惯咧，就以后祝福我更大。咁所以我由即系喺我信主同埋我喺经历圣灵之后咧，我都刻意处理生命。咁而当我即系喺我哋侍奉里面啦，因为咧。好多人都揾我哋，因为我发觉经历圣灵真系好大益处啊！即系好多人咧有烦恼嘅，祈祷即刻松，咁我就觉得好好啊！咁我但系咧，我同嗰啲人倾偈嘅时候，我发觉佢哋生命里面系有啲基本嘅问题，唔系净系话祈祷松咗啊！佢系对于神冇信心啦，同埋咧同神关系唔好啦，怀疑神啦，同埋咧佢里面咧有好多负面嘅思想模式啊！觉得咧，有时譬如有啲觉得人人都欠咗佢嘅，人人都应该要对佢好嘅，冇对佢好佢就嬲啦，佢就唔开心啦。包括教会嘅人，啲人都唔够爱心嘅。其实人祝福我哋系一个礼物，唔系欠咗我哋嘅。但有好多人就觉得佢哋欠咗我，佢哋唔做咧，佢哋系有问题嘅，就会好愤怒啊，或者有俾人影响呢个最多嘅，俾人伤害、俾人影响咧，就一路。个心里面一路捉实，就唔去处理。咁嗱，咁我讲到处理嘅方法好重要啊，千祈唔好压抑啊。
因为好多人就以为啊，咁即系唔好嬲啦，咁我揿住自己，即系有啲人就会讲话忍住唔好发嬲啦。咁嗱，呢个方法系唔行得通嘅。点解咧？忍住唔发嬲，里面都系唔开心噶。我哋需要化解啊。点样化解咧？就系话唔紧要嘅，佢唔能够攞走神嘅恩典嘅。我先求神嘅国同佢义，呢啲一切都加俾我嘅。我爱神，神就为我预备人生未曾想到嘅恩典嘅。所有嘅福气都会临在爱佢嘅人嘅，所以佢点样伤害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佢唔能够攞走神嘅恩典嘅。咁同埋咧，我听话就会进入最高嘅计划，神最高计划就系最好嘅。即系呢个就系化解啊！化解就系话唔紧要嘅，佢所做嘅伤害唔到我，神会俾翻我嘅。啊，同埋对于人生嗱，有好多人咧，对于人生嘅睇法系点咧？好负面啊！唉，我都系好惨噶啦，我系啊，真系唔幸运嗰个，我又唔够聪明，我读书又唔够叻，啊，我样都唔够好，我都系冇乜用噶啦咁咧，圣经讲乜嘢咧？佢话咧，神咧拣选嗰啲软弱嘅，叫嗰啲强壮嘅羞愧；神拣选嗰啲愚拙嘅，叫有智慧嘅羞愧。咁呢度就俾我哋睇到啊，就话就算我哋系软弱愚拙啦，神都可以用我嘅，我哋嘅。咁我举一啲例子啊，譬如曾经有细胞小组网络嘅教会，佢哋有一啲咧系俾一啲即系有智障嘅人，或者系有啲即系某程度佢哋嗰啲肌肉失控啊，讲嘢都唔系好流利啊，嗰啲人啊，咁而个组长都系咁嘅人嚟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神可以使用佢嘅软弱去祝福别人。我亦都见过有啲人咧，佢年纪都好大，但系佢好爱神咧，佢讲说话好有力量，好有信心啊。咁即系佢虽然年纪大，但系佢可以做到更大嘅事。咁呢个就系即系话，就算佢有软弱，神都可以大大嘅祝福佢，提升佢。所以冇一样嘢能够限制我哋嘅生命。嗱咁。而家听我讲紧呢个信息嘅人，你喺心中有冇啲嘢棘实你，话你令你觉得，唉，我都系唔得噶啦，我去唔到噶啦，我唔会去到神完美计划嘅。即系人有好多嘅原因嘅，即系我都唔得噶啦，我都系有好多软弱。咁我嘅答案就系咩咧？好多软弱。咁我悔改，神就欢喜啦，天上都为我欢喜。我开始处理生命，神又欢喜。话我任何嘅进步，我少少嘅进步，神都欢喜，神都祝福。咁所以我咪每日向住神嘅方向去咯。咁就算譬如有严重嘅罪，但系我一有呢个罪嘅意念，我即刻话喺个心中用轻松得胜得胜五部曲去处理啦。就系话咧我留意到自己咦有啲负面思想，我有啲罪。咁啊，第二咧，第一留意到，第二就系我深信个破坏性。第三咧。就系、是、圣经教我点做咧，吩咐我点做咧。第四就系我祈祷求神赦免同埋得力。第五咧就系、是、我刻意处理啦，就系、是、我刻意用正面嘅思想取代负面嘅思想。我刻意当有罪嘅意念，我话俾自己听，我犯罪系会带嚟更大嘅破坏，所以我选择唔去犯罪，我选择靠耶稣得胜，我选择。明明嬲紧个人，我选择唔嬲佢。明明个心中有一啲唔好嘅意念，或者有淫念，我即刻选择呢个淫念系会破坏我嘅，我唔去咁做，因为神唔中意我有呢啲意念咧。如果我继续喺呢种状态咧，我就会神唔中意咧，我就得唔到神嘅祝福啦。即系有好多人咧，其实个内心世界系有好多嘅里面嗰种嘅负面嘅谂法啊，即系觉得唉。都系唔得噶啦，做唔到噶啦，即系会留喺个状况。嗱，我譬如我用个例子咁啊，譬如有个男性见到一个好性感嘅人喺车上，佢会有几快去叫自己我唔好望佢咧咁。咁有啲人就话：，哇，靓女梗系要望啦咁。咁我哋会唔会喺个心中话，如果我有呢个意念嘅时候，我系可以心里面咧动了淫念？咁我珍惜神嘅生命，我就选择唔去望，唔去谂。有啲人话我唔望，不过猛咁谂，都系一样系有问题。咁我选择唔去谂，我选择去感谢神，神俾我洁净嘅生命，神亦都会祝福我生命，提升我生命。
咁嘅时候我哋就会即系真系选择离开嗰样嘅罪。咁其实冇一样嘢系会拦阻到我哋行喺神嘅路上，系唯有我哋自己无心，我哋嘅懒惰，我哋唔睇重神，我哋嘅习惯系影响我哋嘅。好，咁我而家咧就解释到呢度，即系话圣灵充满好重要就系处理生命。咁我就而家咧就请大家可以即系大家可以发问啦，即系譬如关于你哋生命中有啲乜嘢你觉得好难处理嘅，你可以讲出嚟，咁我哋回应啦。因为讲到圣灵充满好重要就系要处理生命。OK， 好，请讲。我咧想分享一件我经过个处理生命嘅事俾大家听。我咧自细咧就好惊黑嘅，好惊黑。咁咧，同埋咧，我有一个阶段咧，个发觉到自己咧，逢系睇到一啲古装片啊，见到嗰啲戏剧，即系或者系电视剧系古装片，我睇到我就好惊噶，但我唔知点解我会惊。咁我就系咧经历咗咧，俾圣灵充满之后咧。咁我就向神求问啦。咁呢个来源系嚟于叶牧师，你有教导处理生命。我嗰时喺度谂点处理啊，唔明喎呢啲可以点咧？咁有一次咧好奇妙，我系听你嘅信息里边咧 click 到，终于明到嗰个位。咁咧有一次咧我又似系啦，咁我咧有长时间嘅避开咧就唔睇一啲古装嘅剧集。有一次我突然间个就算唔睇，原来个脑会闪出嚟嘅，有时咁我就谂，我要喺神里边处理呢件事。咁跟住我就喺神里边祈祷嘅时候，我发觉我惊咩咧？原来咧我有一个好大嘅误会啊！我对于古装戏嘅人，我觉得古装即系嗰啲人而家唔存在啦，死咗啦。咁我就有一种思维，就觉得嗰啲咪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鬼咯，嗱，我一谂就谂到咁夸张，可以。咁喺呢件事上，上次我嘅处理方法到而家咧解决咗，嗰个过程就系我用圣经去做一个答案嘅引导。我唔系喎，神都从来冇讲过咧，人死咗系变鬼喎。原来呢个 concept 咧系我哋中国人咧，我自细成长咧，屋企人灌输嘅，同埋电影电视剧灌输。原来唔系咁噶，咁到我真系去解决嘅时候，原来咧我就用神嘅话就系、是、神话咧，人死咗之后灵魂其实系咧要去神自己嗰度嘅，系神自己处理嘅。咁一件好简单嘅说话，我就用神嘅说话，好简单就系嗰啲系人编造出嚟嘅，好认真去谂啊，去认真去真系去 focus。以往咧由细到处理呢件事之前。我从来冇去专注谂呢件事嘅，因为我谂到就惊，就避开。咁于是乎咧，就影响我几十年嘅人生，亦都咧，好骤忌啊！经过坟场啊，经过一啲庵堂嗰啲嘢咧，我就好惊噶。但我唔知自己惊乜，总之就系以后就避开啦，好惊。咁当我嗰次处理咗之后咧，而家冇嘢喎。我有时都会睇下啲历史里边嘅古装剧。冇咗问题了，原来咧个深层里边咧，我有一个位 click 到圣经讲就系、是、耶稣话嗰个形类啊，我哋生命里边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嘅形类，呢、这个就系我嘅形类吓，呢、这个形类咧必须要将呢个强人咧系绑实，并且咧将佢拉出嚟。咁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喺神里面咧，俾神去解决咗，俾神去帮助之后咧，谂通咗，而唔再成为自己咧嗰、那个。恐吓自己嗰个位咯，吓我分享呢件事俾大家听。好多谢你，非常好吓。即系其实就系处理生命好重要一点咧，就系刻意啊，刻意同埋咧揾出个根源个问题喺边度，然后刻意去处理，就用神嘅方法去处理。OK，好，仲有冇人想分享或者询问啊？即系话，譬如你话我发觉处理某啲问题有困难喎，咁你可以讲出嚟。有少少分享即系我发觉咧，即系喺坚持嗰度咧，我有时唔系好做得到咯。系啊，系。即系有时坚持，譬如话当等候神啦，我等候一段时间，跟住我又放弃，譬如祈祷一轮，我又放弃，即系我做唔到呢个坚持。
OK，即系会冷淡落嚟，系系，咁坚持咧，个答案咧，即系点样有力量坚持咧？就系嗰个原因啊，点解我坚持？个原因就系话我哋嘅生命好宝贵，我可以大大嘅发挥。但有啲人咧信耶稣都好啦，佢完全冇呢个观念喎，佢即系话我信耶稣，我去到天堂得，我搞掂自己咪得咯，即系净系谂自己啊，停留喺谂自己嗰度。咁其实停留喺谂自己，其实即系自我中心系又可以话系自私。咁如果我哋话我哋嘅生命系好宝贵嘅，好重要嘅，于是我就选择用更长嘅时间去亲近神，去等候神，去遵从神，睇圣经，思想神嘅话语。咁呢个咧系即系我哋可以选择做嘅。咁但系你啱啱你先讲到等候神，咁我都想讲一讲咧。因为等候唔系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一个人佢即系未到呢个位咧，佢又唔一定要坚持自己，我要等候神几耐，反而咧爱慕神可以长啲时间嘅，即系感激神、欢喜神呢个系可以。比较容易啊，因为个 mind 系活跃啲噶嘛，喺度即系一路谂住神几好啊，赞美神啊。咁但系有啲人都系觉得好难嘅，因为佢哋根本唔觉得神咁好，咁所以佢觉得咧，甚至有人话俾我听，咁咪好假咯。咁我点会假咧？你爱神，神咁好，点解会系假咧？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动力啊，就系、是、动力就系话，嗱，我有曾经讲过四点。俾我有动力嘅，第一，神咁爱我哋，同埋佢系大能嘅，凡事能够祝福我哋嘅。第二就系佢睇重我哋每一个，爱我哋每一个，提升我哋，好想提升我哋每一个生命。第三咧就系我亲近神、遵从神、侍奉神，神一定欢喜，神一定大大嘅祝福嘅。咁呢个咧系即系话个动力啦，即系我去跟从神系最啱最好嘅，对我自己最好嘅，神会俾翻我想要嘅嘢，即系。应该话需要嘅嘢啊，即系唔好用想要啦，系需要我对我自己生命重要嘢咧，神会俾翻晒我嘅。咁于是咧，我就去全心全意亲近神，遵从神。咁然后咧就系、是、冇做咯，即系当我哋冇亲近神、冇遵从神嘅时候咧，同埋犯罪咧，一定有破坏性嘅，或者懒惰一定有破坏性嘅。咁我哋知道嘅时候，我哋就去刻意叫自己去咁样做啦。咁呢个咧系。一个有目标嘅人生啊，但我可以讲，我知道有好多人人生系冇目标嘅，即系佢冇谂住我可以点样俾神用，佢系冇呢个目标，佢做人就系眼前有乜就做乜啦，同埋咧系即系为咗饮食啊、享受啊、舒服啊，即系有时人会咁样样。咁但系如果我哋定咗个心意。对我哋最有益处嘅，我哋整个生命会蒙福嘅，就系、是、我哋听神嘅话，爱神、遵从神、侍奉神，呢个神最欢喜嘅。我哋成个生命蒙福，神会祝福我哋整个生命。咁嘅时候咧，个人咧就会有动力啊。咁但系有啲人就对呢样嘢冇兴趣，佢直情系冇兴趣，佢觉得咧我人生已经够晒苦啦，咁所以佢个动力系唔强啊。咁我希望大家就系话珍惜。珍惜我哋嘅生命同埋机会，因为咧，当我哋听神话，反而我哋整个生命啊，今世嘅生命同埋永远嘅生命都系全然得福嘅。嗱，呢一点系好紧要，系整个生命全然得福啊，今生来生都得福嘅。咁所以呢个系俾我哋动力，我哋想得福嘅时候，我哋就去全然遵从神。但系得福嘅意思咧，就唔系话冇困难，即系有啲人搞错咗啊。咁咧，得福嘅意思就系话，无论顺境逆境，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所有嘅事情都会对我哋有益处嘅，所以我哋咧就唔受任何环境影响。我总之我听话，神系会对我整个生命系祝福嘅。即系我哋都会有困难，但系嗰个困难过后咧，系对我哋得福嘅。咁所以，我回应就系话，我哋调教我哋嘅思想啦，就系、是、我哋嘅生命可以更大提升。我可唔可以全面性嘅行神嘅路，遵从神，我就成个生命蒙福咧？咁呢个就系嗰个动力啦。咁而至于等候神咧，其实完全安静等候神，圣经系冇讲呢样嘢，圣经有讲等候神，但系
点样等候法到底？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等候神可以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呢就是说看看神几时会帮我。那这一种的等候神。那这个圣经是肯定有这个意念的，就是等候神，他在一个困难之中等候神。但另一种呢就是说我单单去默想想着耶稣，不去想那么多东西，这样等候神呢，这个是圣经没有清楚讲，但也有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那这样东西我觉得是每一个人的耐性去到什么位置，动力去到什么位置，能够做到多少，就不要压迫自己我一定要多长的时间去等候神。即是等候神不是唯一的方法经历圣灵的。反而我自己觉得爱慕神、感激神、欢喜神呢，这些是肯定是圣经话了会得福的方法来的。那所以即是未习惯到长时间等候神的，就不是一定要逼自己长时间等候神，但是可以操练等候神的。OK， 有没有回答了你？同埋呢读圣经都系咯，都唔好坚持到。即系虽然我知道神会透过圣经呢，其实我系透过圣经神都会同我系会同我说话，都曾经同我讲过说话。但系当中呢我有好多其他嘅嘢，即系攞咗我嘅 attention 呢，我就开始又开始疏懒又唔睇呀。即系有段时间就会勤于睇，但睇睇下有其他嘢又吸引咗我个注目咧，我又放低又冇睇咗一轮咯。即系喺圣经嗰度，我又唔系好点去默想圣经啊。系啊。咁呢个亦都系就系珍惜生命，让我能够中意圣经。其实中意圣经咧，睇圣经就会容易好多嘅。我由初信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开始睇圣经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啊，我系好欢喜。我话哇，原来耶稣讲咗啲咁嘅说话，做啲咁嘅嘢，我系觉得好特别嘅。喺我心里面咧，就非常之感激啊，非常之欢喜啊。所以我就好用心去记，同埋我就 mark 圣经啊，去画边啲重要嘅经文。咁同埋咧，我就开始记，开始念啊。同埋記得，咁咧有啲經文我唔係念曬，但我會記得佢嘅意思嘅。即係所以有時有啲人問我一啲聖經嘅問題，我會講出啊聖經有咁樣嘅説話，咁樣去回應佢。因為我心中意啊，咁所以其實亦都係來源自我哋中意神，我哋歡喜神，神真係好啦，所以我咧就會中意佢嘅話語。我中意佢話語，第一我自己可以捉緊呢啲話語啊。咁大家都好多時聽到我。点样捉紧神嘅应许，所以我好信，我听神嘅话一定凡事蒙福，呢个系圣经所应许嘅，我就完全嘅啊跟从信任，信靠神嘅祝福，咁呢个就系令到我咧喺个心里面咧系全然嘅轻省，同埋全然跟从神啊，好想好想全面性跟从神，就啊即系我有呢个恒久嘅动力，咁呢个就系、是。因为我知道圣经的说话应许了神一定照做的，所以我心里面就不摇动啊。几大困难都好，即是我有想过，就算有一天有人打我、逼迫我、用酷刑加在我身上，我都在想我见到耶稣是最好的，不紧要的，现在这些酷刑只是短暂的。有一句说话我自己安慰我自己，不过有些人来讲就不是安慰。我说 就算有一天我受逼迫，人家很残忍，其实有些人是很残忍的，就是其实有时在网上都有会看到一些人的残忍的程度。我就算有人对我是很残忍很残忍都好，我会这样告诉自己，人受苦不会受到很，就是我们身体顶不顺，我们就会可以离世的。我就话如果我顶唔顺咧，就会离世噶。同埋我可以求耶稣接我嘅灵魂嘅。当我见证咗耶稣之后，我就可以求耶稣接我嘅灵魂。咁我就即系神可以第一可以叫我喺受苦嘅时候可以减少我嘅痛苦。第二咧就系、是、神可以提早接我嘅灵魂。咁呢个就系我彼此嘅安慰，同埋咧就系、是、神一定喜悦嘅。我为佢而做嘅一切，神一定喜悦嘅。有冇回答你，同埋有冇
其他人有其他问题。不过有个老师咧，佢咧就好辛苦，佢就周身痛，即系连呼吸都痛。咁然后咧，佢就话求主俾佢死。佢话知道咧死就好得无比，即系佢唔系话受逼迫嗰阵时嘅情况，系日常生活里边遇到呢啲病痛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求死呢样嘢咧，真系点样去？点样去话俾人听？点样为止系可以？点样为止系唔可以啊？第一，就算我哋好痛苦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荣耀神。其实咧，圣灵充满系好有帮助嘅。如果我哋常常喺神嘅圣灵充满状态之下咧，系会减少个痛苦嘅。而人嘅负面思想情绪系会加强个痛苦嘅。呢个第一就系话，我相信神同我一齐，而亦都有个心态话俾自己听：我而家受紧苦，但我掹住耶稣，耶稣就好欢喜啦。越系有呢个心咧，那个痛苦越系会减轻嘅。嗯，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喺个受苦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荣耀神。点样荣耀神咧？就系我哋喺受苦嘅时候同其他人唔同啊。我哋依然系信靠神，依然咧系倚靠神、荣耀神，讲到神嘅美善啦。但有啲人咧喺痛苦嘅时候，佢根本讲唔出神嘅美善。所以呢样嘢系需要从我哋整个生命去建立嘅，即系由信主嘅时候咧，一路都建立呢样嘢嘅。咁由第三，我用我自己作为例子啦。我知道神好美善，我好感激神，好欢喜神，我好想荣耀神。我亦都有心理准备，将来譬如受逼迫，或者将来或者我自己身体嘅痛苦，无论乜都好啦，我都会荣耀神嘅。我都会喺个痛苦嘅时候，我唔会话神啊，点解我侍奉你咁多，点解会受啲苦咧？我唔会咁样去问神啊。呢啲我哋去到天堂，神会话俾我哋听。咁而喺我痛苦嘅时候，我都倚靠神咧，神系欢喜嘅，所以我就算好痛苦都好啦。咁我话俾你听，啲人听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我倚靠耶稣，我又会开心，我有平安喜乐。所以经历平安喜乐系好有帮助嘅，同埋经历到圣灵嘅临在，我而家好平安喜乐，你唔使为我担心啊。咁好啦，咁另外，譬如啦，到一个时候，即系我自己身体都好差啦，我觉得我好想见到耶稣，都唔系错嘅。即系唔系逃避我嘅责任，我喺痛苦嘅时候，我都荣耀神。咁但系到一个时候，嗱，我又譬如咁啊，身体已经好多问题啦，我都唔能够做到咩嘢啦。我能够做到嘅，我会尽量去持守。但系譬如咧，我都做唔到咩嘢啦。咁我咧就觉得我可以安然见主啦。咁啊，耶稣你接我啦。咁我呢个我觉得唔系错嘅，即系唔系一定。想死一定是错，不逃避责任是错，同埋呢埋怨神是错。咁我哋分清呢样嘢，所以如果有一日我哋真係病痛得好紧要，首先我哋问自己，我哋有冇荣耀神呢？嗱，我喺度荣耀神呢，神好欢喜嘅。我而家感谢神，神係好欢喜嘅。我喺病痛之中我同其他人唔同，我能够荣耀神呢，神係喜悦嘅。人亦都睇到我嘅见证呢，係会受影响嘅。咁我仍然做到呢样嘢，譬如就算好辛苦都好。我继续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到一个时候，我发觉我自己都唔能够更多去服侍神啦，咁我就话耶稣啊，你接我嘅灵魂啦，即系呢个唔系错嘅。好好啊，明白晒，唔该晒牧师。OK， 好多谢。其实一个人唔怕死咧，佢乜嘢都可以唔怕嘅。我喺初信嘅时候咧，我就睇到教会有中信粤海，我就睇啦。咁佢里面咧讲到，你可以要求中信粤海咧寄一本书俾你，咁啊。我要求咗两本书嘅，其中一本咧就系、是、为主受苦啊。咁为主受苦咧就系、是、讲到咧就系、是、形容到不同国家嘅受逼迫，讲到嗰啲人点样喺受逼迫嘅时候依然站立得稳。咁嗰阵时我已经问自己，如果有一日人用支枪指住我，佢话如果你信耶稣，我就杀死你。咁我喺嗰阵时我都决意，因为咧我信耶稣跟耶稣咧，我系永远得福嘅，暂时死有乜所谓咧咁。咁所以我已经决意，就算有一日受逼迫嘅时候，我会话我选择坚持信耶稣，唔受影响。咁然后到过咗好多年之后，我就睇到咧，网上睇到咧，有啲嗰啲人残忍嘅程度啊，嗰啲残忍嘅酷刑，即系佢哋好识噶，即系根本唔使睇乜嘢，即系中国啲电影都有嘅，啲讲到嗰啲人嗰啲酷刑喺度好残忍嘅咁。咁喺呢个时候。我可以点做呢？咁我就会諗啦。第一，我可以亲近神得力。
我可以求神去为我开路，求或者减少个痛苦，或者直情系唔痛苦嘅，或者喺嗰阵时佢哋喺度残忍施酷刑，我个灵魂就上咗天。佢哋施完咗，我又落翻嚟，或者耶稣就接我，无论点都好，我都唔惊。咁咧，神系喜悦嘅。咁我即系话处理埋呢、这个啊，即系呢个酷刑呢样嘢。咁咧，我就咁啊，我讲我自己个内心世界啦。我去睇牙医嘅时候，大家都试过睇牙医啊，洗牙啊，咁啊，咁佢有时总之用啲机器啊，喺个牙嗰度啲牙肉，即系喺牙嗰度，喺个牙肉边嗰度整啦。咁咧就。啊，即系有时我哋都会好紧张、好惊啊！即系啊，佢会唔会歪咗少少啊？即系我哋咧都会好战惊，唔敢喐啊！咁咁，我就喺度谂啊，我话如果有一日呢、这个唔系一个牙医啊，而系一个啊敌挡神嘅人喺度逼迫紧我啊，我能唔能够喺个时候忍受呢个痛苦而唔惊咧？咁所以我喺度睇牙医嘅时候，我话嗱，想象而家咧，我系受紧酷刑啊，咁咧我。可唔可以唔咁紧张呢？咁即係我去叫自己，即係我时时都去帮自己去处理呢种内心嘅任何嘅惧怕。即係呢个系我喺不同嘅情况之下，我都去操练嘅。或者有人对我讲啲唔好说话，我即时就话 ,OK, 呢个时候一个时候呢，我可以操练唔俾佢影响，依然呢对佢好温和，依然处理我内心唔俾佢影响而讲正面嘅说话。呢个系我即系已经习惯咗嘅一种思想模式啊！咁我希望大家都系咁，我哋有呢种思想模式，神已经中意噶，神已经好欢喜啊！呢、这个人佢有呢个心预备，佢唔紧唔惊嘅，咁呢个系神欢喜嘅事嚟嘅。仲有冇人有问题想问啦？阿牧师，我想问咧，譬如即系话受逼迫系系对你啫，咁样你可能顶得顺啫。譬如对你嘅一个亲朋戚友做咗一啲嘢，就俾你喺你嘅前面，即系俾你望住佢哋受呢一啲咁嘅逼迫咧。嗱，咁首先咧，我就同我太太同埋我周围嘅基督徒都灌输呢个观念。有一日真系我哋受逼迫嘅时候，我哋深信神会照顾，神都一样照顾，同埋神系掌权嘅。神是可以减少个痛苦，或者直情将个痛苦免去，或者神用其他方法，而神是纪念的。咁所以我已经同我太太讲啦，有一日如果我受逼迫咧，你唔好喺嗰阵时走出嚟要救我啊！你救自己，你快啲走咗去，唔紧要嘅，我有神照顾我，唔紧要嘅。咁即系我灌输呢个观念俾佢啊，因为魔鬼系会用不同嘅方法。咁我哋喺个时候咧，我哋真系要放手啊，就系话咧，我爱。圣经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嘅，唔配做佢嘅门徒；爱儿女过于爱耶稣嘅，唔配做佢嘅门徒。就系话我哋学习，我哋睇重嘅神。如果受逼迫嘅时候，人人都会受逼迫。咁我咧就即系我受逼迫唔出奇嘅，我唔使受佢影响嘅。咁呢个就系我灌输俾我周围嘅人啊，同埋我喺有时我哋讲到啊，我都会讲到呢啲实际处理受逼迫、残酷刑罚嘅呢啲嘅观念啊，等啲人都能够准备好，唔受影响咯。咁到嗰阵时，我哋都放手，即系话啊，神会照顾佢嘅，我唔使孭住呢个担子，神会照顾佢。咁如果譬如我见到我嘅亲人受逼迫，我就话你依靠耶稣，你信求耶稣，耶稣祝福你。咁我会就算我譬如我讲呢句说话，人哋会对我有酷刑，我都会讲咗呢句说话，等佢有力啊！即系我唔会计较佢哋点样对我施酷刑，但系我知道系会系痛苦嘅。但系因为神与我哋同在，神系应承佢一定会俾足够嘅恩典我哋用，我嘅恩典够你用系耶稣讲咗嘅说话。我觉得咧，即系讲就容易咯，因为我睇过出戏咧。即系佢系逼你啊！即系逼个牧师咧睇住咧，佢太太咧系被强暴啦，啊强暴完之后咧虐打啦，跟住咧就跟住喺佢面前杀佢啦。即系系逼你睇啊，冇机会俾你老婆走。系啊，咁你眼光光睇住佢被人去强奸啊！啊！被杀害，即系你会当时会系咩？系咪真顶得顺咧？即系呢样嘢系啊，唔系话讲咁容易咯。所以我哋要准备好咯。所以我哋要需要准备好，就系话咧，
我有呢个情况的时候，我点样预备咯？尤其当大灾难将会发生，即系唔知几时发生嘅时候，我哋更加要准备好自己，就唔好话俾自己听到时唔得。我哋而家都要学习，就系话咧，我哋尽力去帮助家人，但系家人嘅问题我哋唔能够孭住噶。我哋要学习放手啊，学习爱神多超过一切。但系咧，我一样系真系真心祝福佢哋，尽力去帮助佢哋。但系我嘅心里面，我唔会俾佢哋勾住我嘅心啊！即系呢个就系我啊，即系我自己，因为神会对佢负责任噶嘛。咁所以我就唔使到时对啊为佢而负责任。嗱、啊，对于强暴啦，即系譬如强奸啦，即系好多人嘅睇法咧，都会好觉得好严重。嗱、啊，呢样嘢系的而且确好严重嘅。嗰阵时我都同我太太讲过一样嘢嘅，我话咧有一日我去宣教。你同我一起去，咁如果当地人咧捉咗你去强奸，咁你会点睇咧？咁我都会问佢。咁佢当时答得好洒脱嘅，佢话啊，即系呢件事发生就发生啦，即系个心唔系剔得佢咁强烈嘅时候咧，就系、是、当系好似有个人，即系譬如话啊，佢哋打我哋去严刑迫害我哋，咁强奸其实一种嘅方式咁。咁嘅时候，佢接受嘅时候咧，个心里面咧就唔会有咁大嘅痛苦啊。但系当个心里面一路谂，哎呀，好羞辱啊，好丑怪啊，好唔公平啊，咁样谂咧就越谂越痛苦嘅。咁所以我哋就话，我生命喺神嘅手中，即使啊被强奸，我唔放在心上，神喜悦嘅，神唔系喜悦我哋被强奸啊，神喜悦我哋唔俾佢影响，我倚靠神啦，神系可以为我哋开出路。或者即使是真是被强奸，神都是纪念和神是永远赏赐的。咁即是这些心态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心态超越我们对任何一样东西的心态。即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看为是不能忍受的，或者是顶不顺的。这个我有没有答到你啊？即是我知道不容易的。即系我都知噶，我都知道啊！我而家讲咧，同埋我到时系唔同嘅。不过我有不同嘅情况，我都会想象嘅。嗱，我试过咧，俾人闹啊，伤害啊。咁咧嗰阵时我嚟讲，我觉得好唔开心。但系咧，我忽然间有个意念，佢而家闹我都不及逼迫嗰阵时嗰啲闹啊，逼迫嗰阵时唔系嘅，又闹又打喎。而家咧只系言语上去伤害，但系嗰啲言语都唔系好似逼迫嗰阵时咁紧要嘅。咁我就话，其实忍唔忍到系忍到嘅，就是、我唔介意就得噶啦。咁我真系就唔介意咯，就话唔紧要啦，呢、这个唔会比受逼迫更加苦嘅。咁我就放手咯。呢、这个系我即系好多时有困难，我都会去谂翻呢样嘢去处理嘅，因为我系嗱第一，假设我自己有。机会可能将来受逼迫。第二呢就是有些其他人受逼迫，我怎么去帮他们，即是我都用这些意念呢去帮助人将来受逼迫的时候尽量减少那些跌倒的人，因为耶稣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跌倒，因为他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教会可以说呢，我从未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你受逼迫的时候怎么面对，我未听过一个人讲过这样东西。那我需要去将这种教导咧传开，等多啲人准备好啊！因为将来真系受逼迫嘅时候，真系会好多人跌倒。我见有啲即系文化大革命嗰时咧，嗰啲见证咧，好多嗰啲牧师啊，即系佢相信佢都有准备，但系最后咧都跌倒咯。即系佢其实佢用尽所有方法，唔系净系肉体上嘅折磨你，系精神上嘅折磨你咯。精神上嘅折磨咧，其实比肉体更加痛苦咯。是嗱，但你都唔好忘记啊，有好多人喺中国大陆被捉去坐监好长时间，譬如黄明道系其中一个啦，系好长时间。咁、那个过程一定有残暴嘅对待嘅，即系唔系净系咁坐喺个监牢里面。但系一样有好多人得胜，即系我哋唔好听到有啲嘅情况就觉得咧。哇！呢啲情况顶唔顺，即系唔好将呢个顶唔顺呢样嘢放咗喺高位啊！
就是我们所以需要准备，同埋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随时祈祷，有喜乐，有力量呢，随时经历到圣灵的运行呢，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些的这些任何的逼迫。那这个都是我们处理生命其中之一，就是说当真的有很大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受影响。那这个你需要慢慢去处理，即是最紧要是你的心里面你不要在说，哎，到时那些我顶不顺的，我唔得噶啦，我即系你咁样谂嘅时候咧，你就越系咁谂，你就越会惊咯。系惊都系正常咯。系正常，系正常。咁但系我哋就学去化解咯，必然要化解嘅。即系好似初期教会好多人捉去狮子坑，好多人被火烧，好多人被杀。咁神其实喺呢啲情况咧，系做好多工作，系我哋有时唔知道嘅。但是我好深信，嗱，呢个就系我捉紧神嘅应许。我深信神耶稣同保罗讲，佢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系真系神嘅恩典够我哋用。同埋喺我哋受逼迫嘅时候、受试探嘅时候，佢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同埋神系掌权嘅，冇权柄唔系出于神嘅。呢啲咧都系会对我哋系加强我哋嘅信心啊！就系我哋。时时学习，我坚信神嘅应许，任何环境我都唔受影响。咁呢个就系我哋需要学习嘅一样嘢咯。因为我已经处理咗好多年嘅，所以咧，我系真系有呢个心理准备嘅。咁你嚟讲，可能听过呢个信息冇几耐啊，所以咧，你系需要时间慢慢去处理咯。即系始终你香港个环境咧，即系唔同有啲世界各地真系。你信耶稣咧都好大嘅逼迫，香港咧佢太自由咧，即系变咗。我唔敢讲话所有香港人都顶得顺啦，但系起码喺我嚟讲，即系就话我可能人生里边唔系咁多嘅啲，即系肉体上嘅逼迫或者精神上嘅逼迫啦。即系我系觉得，如果面对呢啲所谓咁大嘅挑战咧，肉体上啊、精神上嘅诱惑咧。我自己觉得我是否真的可以顶得顺呢，即是这个是我自己、面对咯。即是其实讲真的讲就很容易，即是实实在在你面对这个问题去发生的时候呢，那才真的看到你是不是真的顶得顺咯。我们就从日常生活有人伤害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时学习化解，由这些小逼迫化解咧，我哋大逼迫就可以化解。即系任何人对我有逼迫，任何人对表达唔欢喜我哋委身爱神，任何嘅负面说话，我哋就学习喺而家，我唔放在心上，个心里面话呢啲人根本佢做唔到任何嘢啦。人能把我怎么样咧？我就唔放在心上。就呢啲开始咧。嘅时候，我哋就唔系得个空口讲白话，我哋真系操练处理生命，高度嘅处理生命，任何一样嘢都唔受影响。咁你做到呢样嘢咧，你将来你就受逼迫嘅时候，你就容易好多，因为你会话其实呢人惨过我哋好多啊，佢哋落地狱系好惨好惨，神亦都可以而家击杀佢哋，神亦都可以而家拯救我哋，好似彼得，神叫佢彼得出监狱，神可以叫我哋。佢哋绑住我哋，我哋都可以行咗落嚟，走咗去。佢哋捉唔到我哋，即系神可以用任何方法嘅。即系喺我心中系好强烈深信神掌管一切，所以我唔会话觉得哇，佢哋系优势，我系觉得我哋系优势。即系呢个系喺即系心中处理。所以你有句说话咧，你重复讲咗好几次嘅。我希望我哋都留意呢句说话。你话咩讲就容易。但我话俾你听，唔系一定噶。我讲嘅时候，我因为已经处理过好多次，同埋我真系实际生活上处理。即系呢句说话咧，有时人会用呢句说话咧，令到有啲人觉得讲就容易，做就做唔到啊。咁我哋真系做紧啊嘛。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讲啊，我哋真系做紧。OK。因为我听我自己教会嗰、那个传道人咧，我唔系好中意佢咁讲法。佢喺大。即系喺大家弟兄姊妹讲话，如果我有一天我受逼迫咧，即系我忍受唔到啲痛苦嘅，有时俾人哋虐待，我咧可能到时会公晒你名出嚟嘅咁样。哇，我觉得点解一个传道人会咁嚟讲嘅咧？
即系你虽然话即系心里边害怕系有系正常嘅，但系我从来未听过一个传道人咁公开嚟讲话，如果我受逼迫咧，我受唔到痛苦，我就公杀，可能会公杀你成间教会嗰啲人嘅名出嚟。咁佢讲呢样嘢系咩？我想问佢讲呢个系咩意思咧？即系系讲佢个当时讲开咩上下文？点解会讲？即系话我唔记得佢之后再讲咩啦。总唔知佢就话我唔受得呢个咁即系肉体嗰个虐待嘅。如果我顶唔顺嘅话，我可能会作出呢个咁嘅行动。虽然可能你或者系讲笑嘅形式。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去对会众来讲呢，不多不少我觉得啊，连传道人都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教导是需要传开，就是传开给更多人。或者我也是可以将。是啊，你都是神的仆人，你这样想，是不是？是。或者我就将这个部分呢，关于这个受逼迫这里呢，我可以剪了它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片。独立片就讲到，如果我哋受残酷嘅刑罚、受逼迫嘅时候，我哋点样面对同埋处理？咁咧，有啲人 search 可以揾到呢个题目。系啦，咁我谂姊妹你要感谢神啦。系啊，真系神今日系俾一个，即系神知你心里边嘅嘢，所以今日俾一个好好正确嘅教导你啦。就算传道人都系喺一个成长嘅过程中，系啊，所以今日你知道正确嘅教导咧。有朝一日你会感染翻去，同埋嗰个唔中意咧都要交翻出嚟啊！对你自己都冇咩好处啊！系啊，你就系同神讲，同埋神今日就差牧师嚟讲俾你听真理。咁你知道呢个真理，你应该欢喜快乐啊，系咪啊？嗯，祝福你啊，唔该。嗯，多谢你所分享嘅说话。嗱，圣经系清楚讲嘅，为主受逼迫系有福嘅。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我们用这些来到去鼓励自己咯。还有今生呢，神都会叫我们经历一个极大极大的能力和恩典，在受逼迫的时候。即是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即不能够讲得出来，但是呢事实上 是有不同的人是有这些经历的。那在那个 DVD 的 series 呢，以前我看过这个耶稣在中国呢，他又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佢又喺即系受逼迫坐监啦，咁佢就想尝试吊颈，唔系佢唔知吊颈电死自己，点解啲电又唔够强，所以电唔死。咁咧佢然后咧佢问神啊，神啊，我好苦啊。耶稣就话我嘅恩典够你用，咁佢得到安慰。呢、这个喺嗰、那个耶稣在中国嗰个 series 啊。嗰、那个嗰啲影片，因为我而家已经冇咗嗰个 DVD， 因为我搬屋太多次数，已经冇咗嗰个影片。咁但系呢个系我记得翻当时一幕啦。咁都希望我哋能够处理，并且话神系掌管一切，即系个心里面总系加强呢样，神掌管一切。我嘅生命喺神手中，就算受逼迫嘅时候，神喺度嘅，神系会加力嘅，俾额外嘅力量我哋，亦都叫我哋喺当时讲一啲说话系敌人。敌不住挡不住的，是他不能够拦阻的，我们的智慧是敌人不能够拦阻的。那这个是就我就捉紧神的应许，神可能到时给我一句说话忽然间讲出来，哇，那个人听到都忽然间觉得好惊讶，好受惊啊。即是譬如我能够在当时一讲句说话讲得出他一些面对实际的问题，就是神启示我的，或者讲出一些说话打动他的心。佢忽然间话：，咦，原来你真系你嗰所信嘅神系真嘅，即系可以系咁嘅情况嘅。OK， 仲有冇人？系啊，今日牧师你忽然间提翻起，真系为义受逼迫嘅人系有福了呢一句，系百福嘅其中一福。但系咧，好少人系好深入咁样去具体咁去进入呢个真理啊！嗬，真系多谢你啊！由细到由小事到大事。都是这样，有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挺好的。嗯，是啊。还有真的说弟兄胜过那恶者，就靠着羔羊的宝血，自己见证的道，还有虽至于死也不畏惜生命。嗯哼，是啊。这个就是一个得胜 的心理状态。是啊。嗯哼，
即系做咗一个正确嘅选择，咁样咁就有得胜嘅可能。如果唔系，都系做死嘅奴隶啊！多谢你啊，牧师。嗯，多谢你分享。OK， 好啦，咁我哋而家祈祷下，求主加力量俾我哋，帮我哋放手。大家可以企起身嘅，放松个人。听我天父多谢赞美你，因为耶稣自己首先系受逼迫，并且系残酷嘅刑罚，然后咧被钉十字架，系都系好羞辱嘅刑罚。因为当时钉十字架其实系除晒所有嘅衫嘅，系耶稣咧系喺众人面前受羞辱，神嘅儿子受羞辱、受逼迫，好残酷嘅刑罚，好大嘅痛苦。但系耶稣基督喺当时嚟讲，佢系完全咧将自己交托俾神，神系。真系善待一切信靠你嘅人嘅，神与我哋同在嘅。我哋喺受逼迫嘅时候，神总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神可以叫我哋咧经历到神嘅同在，经历到神嘅爱、神嘅能力。喺我哋受逼迫嘅时候，都可以经历圣灵嘅临在同埋能力。求主帮我哋喺平安嘅日子就多亲近神，让我哋随时经历到神嘅喜乐同埋力量，让我哋喺任何情况。即使是普通的疾病，我们都能够在疾病之中，能够在有神的圣灵的同在，以致个疾病的痛苦是减少的。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呢多去亲近神，时时活在你的同在之中。多谢天父的大恩，多谢天父的大爱，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受任何逼迫我们都不惧怕，因为神必永远纪念，也都当时是会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的。多谢主，多谢耶稣，因为主耶稣你是唯一嘅呢个世界上嘅宗教领袖，系真系自己受逼迫，自己被杀。我哋睇唔到其他宗教系咁样样嘅。咁而耶稣咧被杀之后，系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就系话耶稣系为我哋而舍己，同埋咧献上生命，并且咧系得胜有余嘅。我哋都同耶稣一齐得胜有余。多谢天父，耶稣有你真好啊！主耶稣有你真好啊！我哋愿意献上一切，我哋愿意靠主处理我哋嘅生命，就系话我哋唔惧怕，我哋深信神嘅照顾，帮助我哋个信念里面时时主要系相信神嘅照顾，唔系夸大嗰啲痛苦，系唔夸大敌人嘅力量，系。夸耀神的能力同埋神的慈爱、神的陪伴，我哋就喺一切困难中都有力量。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有耶稣万事足。主帮助我哋献上一切，爱你超过任何嘅人。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言语真爱宝贵耶稣，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言语真爱宝贵耶稣，我献上所有。主求你帮助我哋献上我哋嘅生命，我哋在日常生活任何嘅情况，我哋都学习去练习处理生命，就是任何人对我哋有伤害，任何罪嘅意念，任何负面嘅思想情绪出现嘅时候，我哋都唔被佢影响，我哋就刻意靠住耶稣，深信神嘅大能、神嘅爱、神嘅照顾，深信神嘅祝福，我哋就唔被呢啲影响。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哋嘅信念，真係话成日都深信神系掌权嘅，神系话事嗰、那个，神系大能嗰、那个，喺一切嘅困难中你系掌权，你系有大能嘅。我哋就全心信任你，信靠你，将我哋整个生命交在神嘅手中，求你使用我哋去到最高嘅层次，进入神你嘅最高嘅计划，让我哋整个生命被你大大嘅发挥。多谢天父。而当我哋咁做嘅时候，神系喜悦嘅，神一定会赏赐嘅，所以我哋乐意侍奉神，乐意献上我哋嘅生命。多谢天父嘅大恩，多谢天父嘅大爱。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献以亲爱宝贵耶稣，我献上所有。多谢天父，主求你帮助我哋处理我哋里面嘅惧怕，我哋嘅担心忧虑。主耶稣帮助我哋坚持深信神你系掌权嘅，冇权柄唔系出于神嘅，所有世上嘅权柄都喺神嘅手中，所以我哋唔需要俾任何人影响。所有任何人，无论佢有咩权势，有几大嘅能力，几大嘅智慧财富，我哋都唔需要惧怕。我哋有神，我哋有一切，你已经将万有赐俾我哋。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神已经将耶稣赐俾我们，都将万物一起赐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你，全心仰望你，感激耶稣，赞美天父，将生命献上，全全的被你使用。哦，耶稣，耶稣，我献上所有，耶稣，求你使用我，耶稣，耶稣，耶稣，更新我，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耶稣，主帮助我哋专心仰望你，心里就唔惧怕，唔忧虑，唔担心，深信你嘅大能，深信你嘅大爱，我哋全心仰望你。有神万事足，神一定会照顾我哋嘅生命。当我哋听神话爱神嘅时候，神就为我哋预备人心未曾想到嘅恩典。所以当有一日如果我哋受逼迫嘅时候，我哋系会经历一个极大极大嘅恩典，系我哋一生人从未经历过嘅。喺当时我哋会经历神好大嘅恩典，我哋唔知道系乜嘢，但系神会俾足够恩典我哋，有可能好大嘅爱，好大嘅喜乐，好大嘅能力，或者唔受嗰啲痛苦影响。主啊，你系当时你系得胜嘅，求主帮我哋去諗神你嘅德性，神你嘅大能同埋慈爱，而唔系去諗敌人佢用咩诡计，用咩方法，唔系去谂敌人啊，佢啲嘅残酷嘅程度去到咩程度，而系我哋强化我哋心中对你嘅信任，因为神系必然照住你所应去做嘅，你嘅恩典够我哋用嘅，你应承咗嘅，同埋喺我哋受试探嘅时候，必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我哋就深信你嘅恩典够我哋用。亦都圣经有讲到，我哋现在所受嘅自暂自轻嘅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很短暂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是极大极大的荣耀，可能比我们一生人所做 的荣耀更加大。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是比任何时间我们所做的更加强烈。因为神喜悦，神就祝福施恩，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也都知道真是世界末期是快要来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气候的转变，周围地方很多的水灾，很严重的水灾，很严重的热浪，很严重的旱灾，饥荒，地震，战争随时会发生。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很危急的边缘，还有经济很多国家都是一个破产的状况，或者破产的边缘，都是一些很困难的情况。主求你施恩帮助我们预备好迎接你回来，也都能够随时传福音，尤其在平安的日子，我们更加努力传扬福音，努力拯救灵魂，更新人的生命，能够在网上发出不同的信息去鼓励人，神就喜悦，神就祝福。主求你赐给我们胆量去冲破这一切惧怕，帮助我们开始去讲一些见证，放在网上去鼓励人，咁嘅时候神就使用我哋嘅生命去祝福更多人，更广阔嘅影响力。多谢天父，感谢耶稣，我有耶稣万事足，神会喜悦我哋所做嘅，所以我哋有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哈哈，我有这力量，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力量，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力量，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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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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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我哋有嘅福气系世界夺唔去嘅，我哋有嘅喜乐系世界唔能够夺去嘅，我哋有嘅权柄，我哋有嘅盼望，有神嘅计划，呢啲系世界夺唔去嘅。我哋能够得着神丰盛嘅恩典，求主帮我哋注目喺神丰盛嘅恩典，深信神为我哋预备嘅系人心未曾想到嘅，谂都谂唔到，睇都冇睇过嘅恩典嚟嘅，系神为我哋预备，我哋就好深信你嘅大恩，我哋就放下世上一切嘅苦楚、一切嘅困难，唔紧要嘅，呢啲一切都会过去。所以我哋靠住耶稣可以得胜有余，多谢耶稣，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我哋靠住耶稣得胜有余，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耶稣系得胜嘅主，哈利路亚！靠住耶稣得胜，靠住耶稣得胜，多谢天父，神赐俾我哋得胜嘅生命，靠住耶稣得胜。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嘅大恩，多谢天父嘅大爱，我哋可以享受你，从你得力，从你得着恩典力量。多谢主，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主祝福大家吓，主加力俾大家。啱先咧，系咁样咧，你带我哋咁样去祈祷啦。咁啊，我啱啱即系琴日先，即系琴日仲喺度，啱啱俾人哋即系当人哋面嚟，用手指指住我嚟闹啦。咁啊，即系话，譬如话啊，你做到呢件事，就话我就做唔到，咁样就指住人哋，梗系做到啦，系你做唔到啫嘛。咁样即系咁样大声系咁喺众人嘅面前系咁样用手指指住嚟，即系话我啦，即系咁样讲，即系其实我都冇讲过嘢嘅。咁我话咁无啦啦做咩咁样话我咧？咁即系我只不过系望佢一眼啫，我就唔知点解佢就觉得我唔知喎，我都唔知明唔明，唔系好明。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咯，所以我都没出声，但是我就有点生气他的，真的。我跟他又不熟，我只不过是见过他两三次而已，根本又不知道是他什么人，所以我觉得他很奇怪咯，就是他，我就看到他很强，很强硬，就是很喜欢出面那种，就是很喜欢即係凡事可能唔會認輸嗰只啦，總之你同佢講一句，佢可以講你十二句咁樣。總之佢贏啦，無論佢啱錯，都要將嗰啲歪變翻正喺佢嘅裏邊。我就嬲咗佢，我就真係唔睬佢啦。佢第日問我，我真係好仲喺度嬲，我都係唔係好想應佢，唔想同佢講嘢。我直情好想唔喺佢嘅視線範圍。我啲咁噶啦嚇，總之我嬲嬲地啦。咁啊，啱先聽到你咁樣咧，咁我都啊，咁原來係咁樣即係做。其實我都有刻意去處理呢啲問題噶啦。咁啊，即係唔係話單止今次嘅。咁以前成日都啲人都睇唔起我嘅，都會覺得嚇你嚟做啊，咁樣咯，即係用嗰啲懷疑嘅
即系嗰个好敏感同你讲，你就会觉得即系、就是、自己都会逐渐逐渐会觉得自己做唔嚟嘅，人哋叫你做啊，我得唔得啊，都会咁样问嘅，所以就会其实我觉得睇到呢件事其实唔系咁难啫，但系都会好容易就呢句嘢就会出咗嚟，咁所以就会拒绝咗好多嘅事情啊，唔想去做，唔做咪唔错咯，做咁多做咩啫？唔讲咪唔会错咯，就会用一啲咁嘅嘢嚟，好似一啲嘅控诉咁样。所以啱先咧，我就即系圣灵系啦，喺当中咁样即系帮助我啦，将呢啲咁嘅嘢好似轻咗咁样咯，即系冇咁辛苦，冇咁抑压，好似呢啲嘢真系好难去话时时刻刻可以做得到嘅，我觉得真系好似牧师你咁，真系万中无一嘅咁咯。所以系啦，咁咯。我啱先你带我哋去祈祷呢一刻，咁我就即系唔再嬲嗰、那个就话我嗰个啦，我都冇做错嘢，或者我做乜嘢嘢又唔系，我觉得系你旁即系好多时系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系咁啦。咁我琴日又系做一样嘢。他自己不做，是咁乜嘢都叫我做，他就企喺度翘住个手。但是我做亲嘢咧，佢总喺旁边指指点点话嘅。咁啊，但是当后边嗰四个人都做我同样嘅嘢，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仲做得差过我嘅。咁我就好似就有讲咗句，我话你唔系你真亲手落去做。你是不会知道，你看落呢件事很简单，但是当你真正落手做，就不是那么简单。跟住旁边的人都是啦，你不是你做，你又怎知道，原来落手做真的那么难的，是真的后面那四个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跟住又慢慢慢慢，那么最后人家都觉得是啦，那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就在这里点你，你去做一下，安排乜嘢就指住你噶啦，奉旨乜嘢都唔会喐嘅，就叫你去嘅。但系佢就旁边咁简单嘅嘢都做唔到，咁咯。嗯哼 ，OK。嗱呢个咧，多谢你分享啦。咁啊就都咁就主佢帮你处理咁。咁我哋即系有啲咁嘅人无理取闹，或者佢系好容易被冒犯嘅。咁我哋点样处理咧？咁即系能够尽快处理，因为咧。嗱，你嚟讲你就寻日到今日你处理咗啦，咁系好好嘅。咁如果譬如话我哋唔系今日讲呢个主题，可能咧你仲会个心仲继续积压住咧，就会影响我哋同神嘅关系，同埋失去咗神嘅喜乐啊，同埋失去咗怜悯人嘅心，慢慢积压积压，就会对于人咧有种好负面嘅睇法，就觉得啊呢啲人真系差啦，真系哎呀我好唔中意啲人啊，咁就会影响咗我哋嗰个对人嘅心态啊。咁而神俾我教导系乜嘢呢？就系话我分辨到佢嘅问题，嗱呢一点系我哋需要做，但我唔系判断佢死罪，我知道佢系咩人，我知道佢好容易受影响，我知道佢可能佢有啲伤害佢处理唔到，所以佢会咁样爆发去伤害人，或者佢受咗世界嘅价值观影响，所以会伤害人。咁而我觉得。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系好宝贵、好宝贵嘅，所以我就唔介意啊！即系个重点就系我唔介意，因为我嘅生命嘅宝贵嘅程度系超越晒呢啲。唉，佢对我讲呢句说话，其实喺神嘅眼中，其实将来佢都要面对嘅呢啲，其实佢系凄凉嘅，佢系惨嘅，因为神要佢面对嘅。咁我哋就话，咁我哋就唔好孭上身啦。咁呢个就系我刻意明知道佢系有呢个问题，我明知啊。但我分辨到佢生命问题，我就即刻同自己讲，唔需要放在心上。其实佢比我惨，我祝福佢，反而咧我系得胜嘅咁。我反而咧对佢态度唔受影响，去祝福佢咧，咁我就系得胜啦。咁所以无论系咩情况，有啲人针对我哋，或者我哋帮嗰啲人好难帮，佢哋又会有时反弹，我都照样即系话，人就系咁噶啦。咁我照样做神所吩咐嘅事。咁我就希望有。帮到更多人，唔系好似有呢啲我所讲嘅教导，就系唔受人影响，任何情况都系神最伟大，神满有能力，神满有恩典，佢嘅恩典够我用。OK， 好多谢你分享吓，多谢牧师你，多谢主。好嗱，咁我哋今日到呢个为止吓，求主祝福大家。
你咁样试下多啲去啊操练去处理生命。咁如果当你处理生命有得胜嘅，咁你都可以翻嚟分享。OK， 好啦，多谢你哋吓。咁同埋我都鼓励大家，如果你想摆上网，将你啲见证摆上网，系会祝福人嘅。咁我呢个需要学习放低我哋嘅自我嘅惊啊，即系惊住死啦，我摆上网好丑怪。如果你觉得好丑怪，首先可以摆录音先嘅。喺摆录音，然后摆一个图片喺度，咁咧就你譬如你用手机做，你可以咁噶，影住一幅圣经嘅经文，或者影完本圣经，咁你一路录音，佢咪变成影片咯？即系你个你系用啊呢、这个相机嘅摄录功能。就譬如你可能咧，你搵张纸嗱，如果简单嘅就搵张纸写个经文，或者如果你有电脑嘅，你喺个电脑嗰度将呢个经文打出嚟。咁呢然后呢就影住呢个部分。咁如果你用电脑亦都可以用电脑嘅摄录功能。不过呢个比较复杂啲嘅。咁手机个比较简单。咁你就影住个电脑嗰个经文。然后跟住你分享，咁咪唔影到你个样囉。咁但係如果你唔介意冇所谓啦，我个样啊唔紧要嘅。我亦都有人睇到样啦，会容易啲睇嘅。即係会有动力去睇嘅。咁当我哋咁见证，神就欢喜啦。我都希望大家会有这个心。如果你有呢个心去做嘅时候呢，我亦都可以帮助你，同埋我将你嘅影片可以摆埋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呢，就会影响更多人啦。